第三鼎中和红屋球场自去年落成了后，成为民众运动的好所在。为了更加充分使用这个场所，第三鼎公所为三月到五月每礼拜六办理春季篮球联赛，吸引中部地区十六支队伍报名参加，大家拢会当有一个以球会友机会，嘛促进身体健康。大家努力放手甲攻击，团队合作来得到分数。2023第三杯春季篮球联赛已经正式展开了。为期三个月的比赛，大家无分年岁，伫球场上交流技术，场面是相当热闹。我觉得南投这边很少这种，就是这种篮球比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主办年有这样办，我觉得是很好。球技在我们这年纪是太重要，就是透过以球会友，然后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可以交更好更多的朋友。对，我希望就是这个比赛可以一直办下去，然后可以有更多外县市人过来交流啊。因为有朋友介绍的就比赛啊，就来打看看，没有来打过打看看啊。这个场地觉得还不错啊，哎呀啊，因为假日就想说运动。运个动才不会无聊，不然每天上班啊，第二日流个汗。如果有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比赛的话，会找朋友一起来打。这届比赛是吸引了中部地区十二支队伍报名参加。第三鼎公所刷落来嘛，继续办理系列比赛，和爱拍球也阁是爱看篮球的民众拢会使共同参与。竹山镇的一个风雨球场啊，在112年的春季联赛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从今日开始，一直到5月28日，总共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，要办理这样子的假日的一个春季联赛，让我们的爱好篮球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在假日期间相互切磋球技，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哦。咱今日春季联赛有16队来报名了哈，啊，希望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对这篮球有兴趣的哈，你啊春季来不及报名，我们还有秋季的比赛了哈，澳门为期是3个月了哈，啊，欢迎全国的朋友，我们来打出健康，打出快乐了哈，啊，竹山镇公所以及我们竹山镇民都非常欢迎，我们来自全国各位爱好篮球的朋友来我们竹山。第三鼎中和红屋球场伫去年落成了后，就成为民众运动的好所在。透过办理比赛，希望会使提升地方的运动风气，让民众会使培养运动的好习惯，来保持身体健康。记者陈阳差不多。